来，弟弟吃个辣椒吧。来，张嘴。哥哥今天从哪里过来的呀？我从哪里过来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我应该知道吗？从家里啊。哦，从家里过来的。那你今天打算做个什么样的套餐？最便宜的轻奢。最便宜的轻奢。OK OK。黄色。就知道你喜欢黄色。那我们准备热敷咯，烫不烫呀？哎，烫不烫你不知道吗？我烫吗？那肯定烫啊。Sorry， 忍忍吧。那我们准备开始刮喽。然后有不舒服的地方的话，就举手示意哦。
啊，专业。啊。